口哥又上树了，我跟口哥刚才到了，把一车的树枝送垃圾场去了，刚回来，还有一个大叉要弄掉，还得拉一车，看这树都多粗，这树叉都这么粗。多张心，今中午吃了老多场猴哥没舍得吃，把猴哥肠都给吃了。哎，真张心。哎，这狗多享福，在好人家你也享福啊。你看这人家多好，猴哥天天干活，天天看这种景地方，每家都不一样的，家多漂亮，有氛围啊。到这地方溜达，家女主人特别勤快，把这院打理多干净。树要把这树修完，给底下种菜呢，还种了很多的菜，黄瓜、柿子、花什么都有。看这柿子，这黄瓜都开花了，这是花。猴哥为什么愿意干活呀？每家的风景真是不一样，这是一种享受吧。虽然猴哥为什么总买彩票，大伙看到了吧？猴哥买彩票，猴哥中奖，猴哥也买这豪宅，这住心情不一样的，多好看。看这院里头漂亮，游泳池什么都有，游泳池没开，因为孩子回国了嘛。看呀，多漂亮这大院子。猴哥来给修一树，这是安徽的一个姐姐找猴哥干的活，也是网友吧，看猴哥的视频了呢。好了，猴哥干活了，李哥我们俩今天阴天呢，这种树砍就很危险，看吧，上面是高压线，高压线，所以干的时候你就得注意。猴哥戴的橡胶防水手套干的，现在今天下午就是不就没有雨水的，注意点，干这活一定要注意安全了。这后院树基本修完了，已经拉走一车了，现在又拉这么多，一会儿我跟猴哥俩装车，这车装完就基本上完事了。看着看着树枝的堆这么多，后边人呢捡一捡，把树枝捡一捡，要好装车，太大了。猴哥，树上的活干完了，现在准备树下的活。现在猴哥上车顶去，车顶，然后我把这个递给猴哥。车装好了，我们把大木头装完就完事了。看猴哥上去了，看这么老多，看这树枝子，看这堆的这么多，一会儿就装车了。猴哥干完了，你干了，干了一天呢。看收拾完就这样式儿，这个树。大院子多漂亮！猴哥怎么样？李哥，出来去。干完了，这个树修完了，你看这大树，都修完了，都给它修院，垃圾给清完了。这院多好。那边也清理了。那清理完了，李哥俺俩给李哥也累够呛，俺俩也撤了，一天就完事了。游泳池没开呢，还种的黄瓜。